是阮永，香港福建社团多，今日带你睇边个？我哋今日就一齐去南安公会睇下啦。林会长好 ，Hello， 欢迎嚟到南安公会。南安公会在1979年成立，当属资深敏籍社团。大家一起来估一下，七年后面的是什么呢？噔噔噔，好大！大家估一估，他们会所有多大呢？冇错啦，足足有4000尺啊，直情是可以打羽毛球的面积啦。这个是一个很宽松而且很超的一个环境嚟嘅。南安公会呢个大家一定是一个很温馨嘅，好 sweet 嘅。嗯，好 sweet。我哋会啲会员咧福利系好多噶，啊，譬如有敬老啊、敬老活动啊、奖学金啊，啊，仲有咧就系嗰个啊过年前后都会慰问下啲乡亲啊。会所咁大，当然离唔开5000个会员乡亲嘅帮忙。系见到嘅，呢个成盒牌咧，就呢度咧系几低咗咧，我哋靠住呢个会所啲乡亲啊，慷慨兼资嘅一个永久嘅纪念。如此团结又有实力的南安公会，林会长就说南安人其实很低调。各位南安人呢，其实我们初来香港那些人都是辛苦打拼，南安人本身呢发展到现在呢 都有很多的成功人士，叫做事业有成，但是呢我们比较内敛一点，低調，低調。對於貢獻社會咧，我哋都呢咁多年嚟咧，一直喺做一啲默默地為國家、為家鄉啊，作出一啲嘅。有啲地方有水災啊，咁我哋都會係發起啲鄉親啊，大家嚟積少成多咁樣幫助下祖國嗰啲同胞啦。覺得我哋將呢幅啊呢幅字畫咧，就係同心同德，呢個係。是可以體現到我們南安人的團結的。